的安卓手机连接外接的截取卡，你在买之前你要先自己做实验，做实验说到底你的手机到底可相不相容截取卡，我的截取卡。那很简单，你怎么做实验呢？你去网络上买一个这个，你说为什么？你去买一个这个300块的 Webcam， 这一款是 Kinko 的，我们把它就在这边 Kinko 309元，好，你去买一个。好，你买完之后呢，你就连接你的，你就连接你的那个你的 Micro USB 的话，你就去买，你就买这个 OTG 的线，这叫 OTG。Micro 转这个 OTG， 转这个大的这个。那你如果是 Type C 的手机呢，你就买这个 Type C 转这一种的，这叫 Type C OTG 的线。那我们先做实验哈，我们先从这个那个这个Micro USB 做实验。我的实验是这样子，如果你可以让这一支外接的 USB Webcam 让它成功的直播的话，那么它保证这一支一定可以使用。反之，如果它不能用的话，那我这一定不能用。所以它就是我的分身就对了。好，那我们来做实验看看。首先，你先加这个 Type C 的线插上去。把这个那个 OTG 的线插上去，然后呢，再将这个 Webcam， 这是 Webcam， 有没有 Webcam？ 再插上去，靠边。好，就这样插上去，这样插上去。然后呢，你就打开这个 Camera Five Live， 去。Type C 的手机，你要去买个 Type C 的 OTG 的线，加，然后去连接这个 USB 摄影机。啊，这次你可以用罗技的，你也可以买那个什么，刚才讲那个 Kinko 那一支309元那一支。那一样 ，Micro USB， 你就买个 Micro USB 的 OTG 的线去连接这个 USB Can 去做直播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我公司这次也可以做直播。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第二点，就是说边使用边充电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完，是说哎，你已经确定可以使用手，刚才已经讲说已经确定可以手机是相容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测试边使用边充电问题？大家不要异想天开哦，就是说以为 Micro USB 只要接一个这种线就可以了，这个是 OTG 然后带充电的。其实哦，这种线它只是供电给截取卡而已，它并不是，它只是供电给截取卡而已，它并不是充电。所以说，原本假设能够使用一个小时，因为你供电给它多使用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就这样子而已，并不是充电哦。好，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你一定要这种，你还有市面上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线，这个可以挂，这一样的道理，这也都是延长使用时间。好，我先跟大家讲结论好了。Micro USB 的手机，它无法边使用边充电，它只能够用这种线材延长它使用的时间。那 Type C 的手机，刚才有讲分成两类嘛，一类是 Type C 的 2.0， 这个是像 Sony 的 X1 是 Type C 的 2.0 这一支，你可以用，你要接这种线，这种叫 Type C 的 Hub，Type C 可以接这种 Type C Hub。对于 Type C 3.0 的这个接上去可以边使用边充电，这个东西插 Type C 的 2.0 这一种的手机接上去不能边使用边充电。那我要教你怎么判断，很简单，我们先用这个 Sony 这个 X1 做表示。我要去拿那个，我要拿那个充电头。我刚刚大家说要买这个，我们刚才第一点是说买 Webcam 去测试它你的手机可不可以相容的问题。第二点是说你要判断你的手机可以边使用边充电，那很简单，你就买哪一个这个 Type C 的 Hub， 这个要贵的，一到1500块左右的。然后你就先将你的家里的滑鼠接上去，这是滑鼠嘛，接上去，然后呢，再把这个把它接上去。接上去，那你先看滑鼠会不会动。接滑鼠，
然后呢，既然刚才看的这边，既然是这边，你看，既然看这边，你看滑鼠有动嘛？有没有看到？各位有看到滑鼠？这是滑鼠，但是呢，却没有边使用边充电。有滑鼠，但是并没有边使用边充电。像这种东西的话，像这只的手机，像这只手机就无法使用。不能够边使用边充电，那一样道理，我就接接看那个神送的这一支，神送的这一支，好，神送的 S7 S8 S， 这支我是最近买 S9 Edge， 一样的道理，我先加上去这边 Type C， 然后滑鼠，这个是滑鼠，然后这是充电的，然后把它接上去。你们看有没有边使用边充电？好，我放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充电？啊，有没有滑鼠？有没有看到充电？又有滑鼠在动来动去，充电又有滑鼠动来动去，充电又有滑鼠动来动去，有没有？这样子表示说，我这一支 Type C 的手机是 USB 3.0 的，表示它一定可以边使用边充电。然后呢，再配合刚刚的那一点，就是说它 USB Webcam 的相容度问题，那表示说我这支神送的 S9 Edge 可以边使用边充电，而且会有 Webcam 的画面。我们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把滑鼠给拿掉了。假设你的测试结果，刚才第一点 Webcam 可以动，好，可以移动，然后又可以边使用边充电，好，你就买了，大胆买下去了，买这一支买下去了，这保证一定有画面。好，我们看一下，这时候我再把它插上去。插上去，然后呢，我们再把摄影机打开了。摄影机打开了，摄影机。然后把它接到截取卡上面去，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到底可不可以使用。来。看清楚哦，这是 Hub 截取卡充电，然后这边有没有边使用边充电？有吧？好，我们再把 Camera by Life 打开来。有没有？有没有画面？这个画面是不是来自于这个摄影机的？就可以做直播了。我们再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手机有没有？这个画面是来自于这个 Camcorder 有没有摄影机？然后这边有没有边使用边充电？右上角有没有边使用边充电？有吧？OK， 有边使用边充电吧，然后这边画面是来自于摄影机吧，对不对？好，这表示说你的手机是可以边这一支神送的这一支是可以边使用边充电的。